军容启示录终于要开放封测喽！而之前在 CCB 的时候，就已经让玩家们体验到硬派的欧美暗黑风格，而且啊，里面精美的人物场景，还有震撼的视觉效果，绝对是其他网页游戏比不上的啦。而官方呢，为了这次的封测，还准备了，锵锵 ，iPhone 5S 要送给大家喽！一起来看看吧。玉骏科技旗下暗黑硬派网页游戏《巨龙启示录》，超视觉的震撼特效与纯手绘的精美人物场景，让玩家们一玩就爱上。而官方也宣布，即日起正式展开封测喽。本作有经验、知识、名誉三种天赋，玩家每升一级就能自由专精自己喜欢的天赋。当然，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强力角色，天赋的点数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哦。游戏中设有三大职业提供玩家选择，包含近战的龙骑士、远程的弓箭手和洞悉元素之力的织法者。未来也将推出第四职业，玩家们敬请期待喽！官方为了庆祝封测展开，推出一系列的好康活动，登入游戏达10级还可以再抽 iPhone 5S 哦，玩家们千万别错过喽！